做的，对，哇，这个是我的第一堂课。黄英子展示每个作品留下的日期记录，长者们也一起回忆这一年来的相处点滴。每一周每一周的哈，我们的成果都显现出来，让我们一起勾起那一段我们是怎么走，这一段是怎么走的，真的要跟姐姐拍拍手。那下去喽。跟着台前的老师做健康操，动作都没落下，看不出吴吉胜已经90岁。来这吼，安尼感觉足欢喜的，啊足快乐，感觉加真少年。长者们分组展现这一年的成果，新埔里里长也为作品打分数。我都给你们打满分，因为你们能够走出来，我就觉得你们是最棒的。慈济常照关怀，帮助长者走出家门，大家欢喜相聚，让晚年生活更多彩多姿。台新闻，真善美志工陈淑美、郭林淑芬、黄继胜，桃园报道。